正好夏天到了，这里推荐几款适合抗皱美白的口碑水乳吧。一、呼后天气丹。呼后的天气丹系列属于呼产品里面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，它主打的就是皮肤的平衡之道，质地相对比较滋润，主要适合30岁这个年龄段作为水乳使用，能供给肌肤有相应的营养，有一定的抗氧化和平衡水油的作用。二、伊丽丝尔水乳。伊丽丝尔的水乳算是抗老水乳里面性价比很好的一款了，水乳质地滋润不油腻，还蛮好吸收的，不管是抗老熟龄肌肤的基础水乳，还是轻熟肌，想要抗老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主要的作用是刺激肌肤胶原蛋白的生产，让肌肤恢复弹力。三月微系列号称是资生堂最难买的一款水乳，口碑非常好。这款总体的面向人群也是初抗老和抗老需求的人，30岁用正好合适。它对肌肤有很好的调理作用，能顺滑肌肤，让肌肤恢复柔软健康的感觉。四、希思黎花水加全能乳。希思黎加入门的就是花水和全能乳液这个系列。我在网上参考了一下，很多人都有30岁前用倩碧小黄油，30岁后换希思黎乳液的习惯。这款乳液和水总体也是抗氧化和调节肌肤作用的，可以作为30岁的贵妇入门产品。五、奥尔滨 X 系列。奥尔滨乳液系列产品很齐全，有面向25岁之前的渗透乳系列，还有就是面向30代的 X 乳液系列，主打的就是渗透力，能唤醒细胞，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，而且 X 里面不含矿物油，相对来说比较友好，营养全面的水乳。